电视台100零几台的每位师傅几乎都来过我们店。哦，真的？对对对，因为苗栗没有其他。我是觉得你一个善心虔诚的人，你怎么会去看到我们呢？一边看一边唱歌。现在吃素的朋友很多嘛，所以我们也要为广大的网友服务。这一家店里的员工应该20几个有，那么大？对啊，它是大餐厅啊。我们发现餐厅里面好像有身心障碍的伙伴，然后我们后来上网查他的名字，他居然又有捐救护车哦。他本身应该就是一个很佛心、很善良的。对，所以点了什么？炒饭，哎呦，红油抄手，哎，真的很香哎。他们最近有参加全国炒饭网，是素食餐厅唯一打进12强的。嗯，好吃，难怪人家生意会好啊。炒手，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是肉？素食餐厅生意好的关键啊、然后大家都称赞说他们的素肉、好像真的就是肉。请问邱老板在吗？他今天没有进来。可以跟他联系吗？经理这边有来一个团队呢，他说不，不可能的任务。邱老板人怎么样？我很照顾我们员工，疫情期间薪水跟上班的时数来讲，他都会再更优给我们。啊，那你们领他薪水，你不怕他的生活也不好过吗？不要不要。姐姐冒昧问一下，因为我们那天来买，都好像有看到比较需要帮助的朋友在你们这边服务。啊，对，有。他是有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反应比我们稍微慢一点点。慢一点点。对。老板来了，进来，快，跑步。古虫你好，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先讲一下你刚接到电话是怎么样？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都没有跟人家 say 的，而且我们没有诚意，超有诚意。从小阿波就很喜欢古虫的节目，说你是苗栗之光，哦、对，有没有？不是我自己讲啊，三义之光，我本来是三义，然后后来就扩大一点变苗栗。我们有参加炒饭王的比赛，农粮署举办的，我们有进到全国12强，现在第3季又在报名了，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锅上来加持之后，我们决定要炒冷饭。但是你这样跟他们混的，这样混在一起比还可以得了名，你是有放了什么在里面？爱。哦，放了爱了。对，平常在工作会很无聊吗？不会很无聊，还蛮有趣的。就是很多师傅啊，电视台100零几台的每位师傅几乎都来过我们店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因为苗栗没有其他好的餐厅。什么？我是觉得你一个善心虔诚的人，你怎么会去看到我们呢？一边看一边唱歌。他就一直吃素这样子。老板，我们那时候来厂刊，妹妹好像有看到这边你有用身心障碍的伙伴。哦，对，我们用了3位。你骗人哦！刚刚那个姐姐她跟我讲是有一个哦。我们就会保护个人隐私，没有特别告诉其他同仁，就不要造成就业的歧视这样。对，贴心哦！就我们把人家这些都挖出来。用这样的伙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是，但是你却还是愿意做这件事情。吃素都是以慈悲爱地球爱动物，我觉得共通点就是有一个爱心。但是那个爱很难讲，他把这些事情都实践，他不是说嘴巴讲讲而已。因为讲我们也很会讲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真的有在做。我们还有一个是极重度的，像以武阳光这样脑性麻痹的患者，我就刚好要请一个美编人员，他刚好是相关科系毕业，他都是用嘴巴咬着画笔作画，所以你们视觉上的那些海报设计啊，我就委托他制作这样。比如你如果看到蟾蜍快到了，那都是他画的。哦，那个是我画的。而且老板，你有捐救护车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在107年的时候，这些叔叔阿姨都很支持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大家其实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就大家募资，每天都在街上跑，更有福报这样子。啊，但是之前被运钞车撞到，哎，因为名字取得不好，为什么？蟾蜍会咬钱呢，就被运钞车撞到。那我们再问老板一下，在疫情间你没有裁员，还增加薪水，做素食这么好赚？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是撑得蛮辛苦，就想说你这个时候把员工结束掉的话，其实对他们也是蛮残忍的。其实能撑的话就陪着他们一起撑过去。那明年才调整基本薪资，我们11月就先调整3%。真的假的？明年就没得调了哈。我已经调了啊，明年不要吵我啊。薪水也是要发出去嘛，那心情是怎么样？
哦，所以我月初心情很不好。一个月来一次，一个月来一次，这是我们不务正业发出去的第一个奖状。嗯，是感谢邱进杰先生热心公益好几个亿，广结善缘，不在乎钱，慷慨解囊，天天张扬。天天张扬，天天张扬啊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是不务正业想跟你姓。哇，真的制作团队很温馨，让店家蛮感动的，是真真实实的在关心店家，辅导店家一起成长，然后用自身的影响力让这个世界更正向。希望我觉得我们真的蛮伟大的。没有。我常常跟他们讲，我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，但是这种小力量看能不能蔓延到更多的人。